跟你们讲哈，我超勇的啦。我桌子上怎么有一只黄金鸟啊？哎呀，挺不错的，我们下次再拍吧。这期视频的主题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 PDX 的马推套装。先不管戴哥是不是为了完结之后讹你一笔，那我们还是要论一下原本的这个东西，它阳痿一样的尺寸根本玩不爽，而且就是一个空壳，根本玩不起来。同时出的情报最先出来的肯定是这个马推了，剩下的还要等到月中什么忍者节拍僵尸，还要等这么久。但是没事，我也没有定，这个是我直接吃线的。这里是一个马格南，上面是一个愿望函，后面是一个推定器，还是蛮激动的，对吧？拿出来看一下，哎，完了中奖了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 DX 的？看看推定器，哎，推定器也是 DX 的，啊！当然前面的肯定是整活了，内容物我已经拿出来了。当然还有一个东西。还收了一个营收巴巴的遗物，还不错呢。这个东西挺有分量的，和一个普通的硬币差不多。为了规避版权，它还是改了点人的样子的，后面应该就是一样的。它现在弹起来是什么感觉呢？这个东西还是弹起来有点声音的，但肯定不能像硬丝那样给你弹出来一个叮的声音，对吧？从音效少的马格南开始吧。首先最大的变化，除了涂装，那肯定就是这个阳痿的握把终于变长了，终于不是小而美了，抓起来更舒服了，玩家更喜欢了，卖的也更贵了。首先就是老生常谈的这个转盘了，它现在轻轻的转转转转，要转一圈才会动，所以不会有音效撞车了。它的喇叭是不是藏在了这里，到时候就会有音效出来了。拔掉绝缘条，我肯定是没有开机音效的。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东西没有开关是戴哥最傻逼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拥有三个模式，我们现在通常模式上面听一下音效。声音还是蛮大的。就可以听到营收哥的声音了，按这个台词按钮，一共有55句，我就不放了。切换模式，这个模式只能听1到44句的台词，它剩下的音效是没有变化的，只是加了一个变身时会有那些什么机械手啊、子弹的声音，一会演示一遍。结局。这个模式只有第44句到第55句的台词，也不是很多。然后呢，扣动了单体音效，就没有声音了。通常模式。我刚才忘了按了，在待机音的时候按这个按钮，它是可以有一个恒星的，但是我忘了。必杀。台词。こんな世界は終わらせよ。もう一度やり直さ。技術、これは。它就是一开始的音效，那55句。就是加了点机械臂的声音。最后一个模式，但是它要联动一下 boost， 留点神秘感，我们就用原版的 DX 来。
对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台词应该是没有变的。这个东西的单体就到这了，然后到我们最爱的 Boost Buckle， 老生常谈的问题，拔掉没有音效，然后呢，单独的扭一下。它会有一个摩托车出来的音效，会有一个摩托车出来的音效，它会有一个摩托车出来的音效。接下来。接下来就是一个拉动的音效，然后还有一个拉动的音效，还有一个我觉得最不好听的钟声。和 DX 也没什么好比的，它底就加长了一个握把和添加了涂装，原本的金色电镀涂装它还是没有变的，你看我这个还是保养的不错的，当然加长了握把这样抓的肯定是很舒服的。接着按一下，当然是没有声音的，因为这个是通常模式，我们长按切一下。这个是音效模式，它留十句台词就听一句。然后下一个是景和模式，然后呢听一句。下一个是民音，也是十句台词左右，我给忘了，反正我们听完吧。没了，就这几句。然后下一个是牛，我们就听一句吧。首先是通常模式变一次声，他要连点特别烦。现在按是没有台词的，和普通的 DX 一样。这个 boost 也是有单独的发声的，有那些机械手臂的声音，然后呢有台词。さあ、ここからがハイライトだ。じゃあ、本日のハイライトといきますか。こんちゃん。boost 和水枪是有一个特殊的必杀的，但是我没有水枪，那我们就换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吧。长按台词键进 boost time。
我应该重录一遍，把这边的 arm 给去掉的。算了，有点麻烦，我就不录了哈。他这个原本是要配一个忍者带扣的，但是我没有 DX 的忍者 ，PDX 的忍者也没有发货，所以勉强吧。有两句台词。当然没有节拍，我就省了一些。然后呢，还有它的特殊的，要加一个锤子。先按两句台词。长按。就是一个追加的音效，最后一个牛牛。他好像没有特殊必杀，我就不放了，就演示一下剧中模式吧。这个就是两边都有追加的音效了。这边是没有台词，因为是通常模式，但是这边有。让这边进 For Desire 模式。两个道具的声音是真的大，直接把我腰带声音都盖住了。听两句小台词，我们的视频就结束了。
你不准成为卡米。总的来说，这个东西还是很值得的，现在均价300多，平均也就一个100多块钱，它的音效啊什么的，台词啊什么的，肯定是很值得100多块钱的。最主要推荐什么样的人呢？推荐像我一样22年追剧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买大带扣，只买了条腰带的人。也不推荐你们现在去买腰带，其实这条腰带也没有很好玩，但总的来说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去买，喜欢就好。补录一个 Boosto 在无论什么模式之下变身完之后长按，会有个过热的音效，拔出来。再见。